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趣视频》，我是星儿，我们这期来玩三国杀，给大家把第三个视频更完了之后，我就可以去吃饭啦，饿得我头晕眼花的。哎，七号位置的内奸卡斯蒂尔，刘备主啊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全这个关锁算了。关锁呀，关锁。有些话真心深情。看到有一个桃子，就没再刷了。其实可以刷。
不缺牌啊。
当手气王我有点慌啊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我那么多牌他能抽到我的桃子的，我就有点慌了。韩当手气王啊，他肯定要猎攻我的。他这个叫什么名字？放心啊，对，宫崎。